总算找到一只，应该有。应该有啊，一头一束花飞出来，一百多只，就有一个洞，那个洞都已经被它飞出来的。没感觉，没感觉，又扑空了。跑到旁边了，还有还好。这是今天的第二只，已经寻了好久了，总算要抓到第二只，但是不大。走到旁边去，直接抓了。直接抓了，是不是？抓大了。处女鲟。处女鲟怎样子叫处女鲟？怎么看？处女啊。对啊，怎么看呢？母的一般是。这母的、啊。对。是母的，有的有没有交配过？它有卵了、啊，看它卵。看它那个盖子旁边有没有长毛、啊？有没有变黑？长毛的，就是会爆卵。还没交配过，它就不可能爆卵了。那处女鲟都不大就对了。没有啊，处女鲟没有大的，自己是工作不可能简单游到那么晚。因为吉玛的交配是母的在脱壳的时候，只有那个时候才可以，啊、哦，就是咕噜果果撑开叫，那才有可能交配。所以呢，就只有那个时间点，而且那时候母的根本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啊，呀，这个。盖子比较圆的，就母的。啊，如果这是处女鲟，如果已经交配过了，这边会长毛，会变凹，会变黑，然后会长毛。它跑到旁边去了，要把它勾出来。